SCP-067 项目编号 SCP-067 项目等级 Safe 特殊收容措施 SCP-067 没有用于研究时保存在一个有锚电毡的木质盒子中，笔帽需保持盖好，它产生的作品都要提交到 SCP 研究中心 SCP Research Command 用于进一步的研究分析。描述 SCP-067 是一支德国产的百利金刚笔，生产时间在一战和二战之间。这支笔是苍绿色的，笔身有一条红线，笔壳是由橡木制作的，笔尖相当锋利，轻轻一按就会扎破皮肤。尽管这支钢笔没有内胆，但是却从来不缺墨水。此外，书写所用的墨水种类为铁胆墨水 Iron Gall， 一种适用于艺术家但易腐蚀特定种类钢笔的墨水。研究结果推断，所有握住 SCP-067 的物体会失去手臂的控制权，持有者的知觉没有受损，手臂肘部以下被未知力量控制，理论上是来自 SCP-067。 其中一种影响是持笔者在这股力量的控制下开始写作，写下细节详细的自传，自传内容包括持笔者的名字、年龄、生日、犯罪记录、恐惧的东西等等。有时持笔者会写生命中的一次事故，例如当实验对象 1204M 拿起 SCP-067 后，他开始描写一年前的一次摩托车事故。后来实验对象表示他过去根本想不起来所写记事中的这些细节，实验对象忘记了许多作品中的过去元素，例如之前的车牌号、车的颜色等。实验对象陈述，当他写作时感觉当时的事故在脑海中重新发生了一遍，甚至可以尝到嘴上写的味道。 SCP-067 曾经还创作过非常复杂的艺术作品，尽管持笔者完全没有绘画经验，例如实验对象 1102F 一个年轻的女性没有艺术方面的知识，却画出了一个有翅膀的生物，类似于 SCP 隐藏、磁力、由线伸直、数据删除的研究员们陈述。当实验对象被要求描述当时的感受时，最典型的回答是他们自愿放弃肢体的控制，以便让 SCP-067 完成作品，参见引用的回答 01。 尽管实验对象被要求抵抗写作，实验对象却表示有一个意志力强迫他们与 SCP-067 发生共鸣，钦佩他、赞赏他并且配合他。引用的回答 01。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切，它就是发生了。当我拿起笔的一刹那，我的手不再属于我了。我知道我可以移动，但是我不想，我爱那个画出的东西。就好像我的手臂有了生命，后来突然我的手臂停止动作，我又可以控制我的手了。我放下笔，我觉得画出来的东西真是太美了。我猜是笔决定停止的，它在我身上的作用完成了。实验与测试日期、时间、隐藏、其他生物使用 SCP-067 的实验完成。实验 001，测试对象普通猕猴 Rhesus Macaque， 雄性，两岁四个月，已经学会使用笔和记号笔。猴子被放在一间心理监诊室，没有颜色的墙，可单向观察的镜子，房间内有 SCP-067 办公桌、一踏纸。实验对象用左脚捡起 SCP-067， 然后用右手拿住，接着尝了尝。实验对象把笔放到纸上，开始闻它30秒之后，实验对象再次拿起笔，用 SCP-067 敲了敲桌子，又敲了敲自己。实验对象更加用力地敲，直到墨水溅到身上。实验对象惊叫一声，将 SCP-067 丢到地板上，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这时实验对象撕了一张纸，开始擦拭身上的墨水。三分钟之后，实验对象用牙咬住那张纸，从桌子上跳到观察窗的边缘，力气之大以致踢翻桌子。实验对象用墨水往观察镜上擦，同时重复发出一些声音。研究分析表明 50% 的声音与痛苦有关，另外 50% 的声音则意义不明。实验对象在观察镜上涂抹了6分钟后，用牙齿咬住纸张，然后用手撕扯它，接着丢到地上。此时纸张损毁程度不到 20%， 实验对象倒在地板上，开始急促的呼吸，同时发出意义不明的不正常声音。驯化者报告说，实验对象从心理监诊室出来后心情迅速的恢复，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，实验对象被紧密监控，但是再也没有发出那种古怪的声音。有墨水的纸张被存档在数据删除。